只看真心的联谊，包面约会，触感对男人很重要，他有用心在摸，看字，好有文采哦，我就爱上了他。看到女生的高跟鞋会有感觉的。我的梦中情人竟是他，这是你挑的人哦。好，三一。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场。